等我。眼睛斜过去啊，我就笑。那个有出血的表情要表达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表情？心里有数吗？要不要回头再看一眼？3、2、1。好的。啊，这都是我同学。小孩的游戏要是不责任，明天再做个大人吧。同学聚会这晚，我变回了20年前的小孩。想说但不好意思说的话是，感谢我们能一起长大。